这支影片是我到马祖夜访北海看到要看两眼泪的一个过程。我们的车子呢就停在停车场，之后就下来用步行的方式往北海看到的方向走去。那沿途呢，因为是晚上，所以说有一些夜景的东西，那用 LED 做一个造景，这有点让我想起今年年初到日本也看过类似的一个情景。那这边走下去呢，大概要走三四分钟就到了，并不是很远，停车场走到看到的口大概三四分钟。走进来之后呢，首先里面还是一定要会有灯光，看到过去的一个那个所挖的一些蜡像，所做的画像。那走到这边呢，我们坐下来，我们的团员呢就一一的打声招呼，啊，各位看一下，这是这次去的同伴的团员，一起到马祖去的团员。那在这边呢，要听讲解员的讲解，等一下做所要的要注意的事项。经过这个讲解员呢，讲了三天三夜，终于讲完之后呢，事后就会发救生衣给所有的团员，准备上船，拿着手摇椅去看蓝眼泪。这是上船的一个情形。那我跟那人呢，最佳女主角，也就是坐在船头的位置，我们就是第一艘，就往看到的里面开始的进行今天的晚上的一个重头戏，看蓝眼泪。等一下呢，灯光会关掉，那时候就可以看到。那手摇椅是用人工的，这个很认真的摇到外婆家，不是摇到蓝眼泪可以看的地方。那我的手机呢，画术还有设备不是很精良的，那自然呢，就那个蓝眼泪的部分呢，不能拍摄的非常的完美。所以说呢，部分你就麻烦各位有机会到马祖的北海看到，坐着手摇椅进到最里面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，当你泼的时候，就有蓝色的闪闪发亮的蓝眼泪，这是重头戏。好了，手摇椅摇到这边开始就是乌漆麻黑的，因为跟先前讲过，相机的画术并不是功能那么强，所以说就是乌漆麻黑的一片。这部分请大家用自己的想象力或想象的方式来看看情形是怎么样。当然最后呢，要跟各位介绍到这边看蓝眼泪的一个票价，在最后的这边给各位看一下。好的，以上影片就是阿周到马祖去看蓝眼泪的一个情形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影片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